很厉害，有淮扬菜的功底。这种荷包鸭对刀工要求太高了。分离了，这真功夫啊！什么玩意？人呢？你干嘛去了？吓跑了！哇！就是你赌博这么大，算不算犯规啊？啊！放心，老板，过大我一定有本事。他的这个定力不错，这动作一定要平稳，否则的他这个造型啊就会受到破坏。淡定娴静，参赛经验一定很丰富。再看这烧刀切片，简直就像一门艺术。刀烧溜了以后，切的时候更加清爽利索，而且切出来的鹅肝呢更加整齐，更加美观。太漂亮了。这个东西啊，就跟我那天去他们餐厅吃东西一样，冷冰冰，好看不好吃。这是西餐的摆盘手法，在中餐还是比较少见的。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决赛最后的总秒时间，让我们全场一起倒计时五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！现在有请李小姐呈上菜品。同样，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，有请高天赐。安保罗来到舞台中间，现在在评委席的是来自安保罗的菜品，请保罗给我们来介绍一下。这道菜叫焦糖红梅慕斯配法式鹅肝，请品尝。鹅肝肥美，甜腻拿捏，切到好处。更特别的是，这个焦糖原来不仅仅是装饰，慕斯的做法也是别具匠心，让我感受到了甜蜜的少女气息。这个鹅肝呢，虽然是传统的啊，但是它融入了酸甜的味道，
我觉得很有创意，也很惊艳。这一道菜啊，它真是东西结合，因为本身它是西餐嘛，但是下边的菠萝呢又带着东方的酸甜，那么在肥腻的鹅肝里边呢融入了焦糖的脆甜还有菠萝的酸甜，衬在一起令人难忘，我们也觉得很惊艳。现在有请李小姐呈上七季大排档主厨高天赐的菜品，请天赐给我们来介绍一下。我这道是乾坤椒花鸭，里面有荷叶，是杭州叫花鸡的做法，这下江南跟岭南都齐了。外皮是盐焗的，像广东菜的做法，鸭肉很嫩，所以我吃到这鸭肉呢，我就回想刚才我在看他做菜的时候啊，那个情景，外面是雪白的盐啊，有盐香和那个沙姜的香味，然后打开以后呢，就是碧绿的荷叶，那个是江南的风味，那种清甜，最后呢它就是在云南的雪莲雪山上面那种很清新的味道，全部融合在鲜嫩的鸭肉里，它起的名字叫乾坤是有道理。哇，好甜。